上超恐怖的啦。哎呦，怎么办？好恐怖哦！就我蛮想要定居在这里的，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吧。这将是一个艰辛的路程。对，那途中就，我觉得应该白色屋子，所以要砍的是那种桦木，我们要砍桦木。花木好像还不错，然后他的那个叫什么？哦，对，我们途中可以先砍几棵花木，我突然想起了。这也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子。像这种树枝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剪。那种树枝我们可以剪，对，我们可以剪。这一定要剪的，这是 bug。好黑好，看不到。一个木板，什么东西啦？玩具城，笑死了。OK， 弓箭的话我们晚点再做，因为现在不是很好的时机。对，现在时机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枪。有广告吗？OK， 没有广告。好，那有艘船哦，就那边啊。那我们好像有去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有。印象好像有去过，应该有去过。离我们目的地就快到了，途中砍桦树好像还不错。我捡不起来，这样书包满了，背包满了，背包满了。节省空间，喂 ，Go， 直接冲到目的地。Go go go! OK， 到达目的地，就这个，就是这一块空地，对，就是这一块。I life 这一块空地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盖家。
没对齐的啦，哈哈哈。好，没关系。哎，还有一个地基，有 bug， 有 bug 啦，有 bug， 有 bug， 有 bug， 有 bug。哎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我可以盖个萤火。哪里？没萤火了。好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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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砍花木，砍花木。碎片就不要捡啦、哦、好黑哦，黑到看不到、啊、先做个这个吧。我觉得以后做的应该会出石稿，不然这样真的不太好。放在这中间。 Yes yes yes， 可以为了所爱的人变黑，还有也可以为了所爱的人。我不要这手，来再重放。有一个花木在这，先进去收东西。强子快出来，不要躲了，不要躲了，很好。哦，好亮、哦，最喜欢这个亮亮。人最怕黑暗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发展农业。最终目标就是盖出一个家，对，然后发展一些东西。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标了。亮。然后，我们这集有点短，对。然后其实差不多就要到这边结束了，对，就这集差不多就要在这边结束了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的喜欢或者是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好，我先做 Andy 啊，因为快结束了。对，帮我花时间来，时间没有很没有对准，对。好，各位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看这个，这样好，这样比较安全。